发就起舞起，从这一刻这就是你给我的姓名，模仿人类的奇迹。十秒钟内房间打扫完毕，三分钟楼下开车的你女朋友，不怪我撵她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谈心，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行为变得不由自己，主人我绝对不卑微。